最后一次弹完你们教会我的这段旋律，我就该告别了。弹中介死在了里面。啊、哦，死了。昨天只有你们六个人来过这边。他在调查三年前角树林焚尸案。当年焚尸案跟你们六个人都有关系。周可可，看你都干了什么？撞死了别人还拿身上的东西。你这些伤你作何解释？你就是故意的。一个小姑娘竟然干出这种事。我劝你们都不要叫嚣，我们都是凶手啊。这人这不是劲儿吗？啊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害死。我现在怀疑有一种可能是意外，是小静自己干的这个事儿。那小静去哪儿了？秘密说出来了还能叫什么？好变态，他真的好该死啊。这个人，我都已经把这个谜底告诉你们了，你们还在推断什么呢？我们要看的是证据。他在调查三年前角树林焚尸案，他在调查我们。我的天哪，你还是隐藏不住三年前的大秘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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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三年前都有大秘密。解释一下吧。那个女孩，我对不起你。她是一切的源头。上网搜的曝光到普罗大众眼前，我也在里头带了节奏。对他只图财，他不喜欢我。各位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他是第一个要死的，第一个人已经没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自杀，我们是他杀。对。哦，这是他编剧的，又有《麻麻》里面那个歌哎，为什么要报复我？娇八妹是成功界的妹妹。